没两个的，真心。 没有了，咋办？阿哥，没有我带起来的车子，没有我带家里的那么多，我带钱在阿里，找你做来搞咋嘛？各个部门嘛，没事的嘛，是不？没人信你啊，没，搿点都太当了。 各个门里有白头嘛，没送花花布，说来个的。好的，这马三农你怎么查了没有？三农你不拉我白怎么查不行？这个你给人三对一说，这个古龙还没有来么查人，你查没有来骗你来着？没有的，哥哥，这点那个香，我比咱奶奶还高。怎么不话对？龙江说。 谁家人呀？姑爷应该没。高明哥，怎么人家总来他家住？老妈，你们吃的东西，你给我端一点搞，你吃。你爱的搞，再端一端一点。